收看美美组赵飞燕作业大秀，皇后赵飞燕由飞行嘉宾张雪莹饰演。15岁的赵飞燕由我们的社员王一仁饰演。哎呀，下不得地呀！舞蹈家赵飞燕由全国舞蹈冠军张雅舒饰演。班婕妤饰演者张婉清。赵飞燕主题曲作词作曲聂杰明，邢志秀音乐创作及演奏安宇，邢志秀服装助理左翼，啊，邢志秀司仪我林默。赵飞燕作业大秀正式开始，接下来请欣赏美美组的作业大秀。心智齐完素，皎洁如霜雪。我是班婕妤，来自西汉，今日至此是为展示我汉服之美。班先生，咱的位置在这儿呢。汉服礼也，自当不从容，礼端正。是，但是以您这个速度，咱们大秀要几时开始啊？那你们下次就早点请我啊，切莫失了礼数。好好好。哎，其实班先生，咱们之前犹豫了好久，要不要请您做我们司仪？怎么，你们还有别的人选？哎，不，不过我们这期节目研习的对象是赵飞燕啊。他不是跟你有那么些个小矛盾吗？这不是他呀，嘿，都过去了，比起那些无谓的争宠，我更愿尽我绵薄之力协助各位。班先生大气，你们这次选择汉服作为秦汉美学的接入点，我心甚喜。衣食住行一排第一，中国有礼仪之大，故称夏，有服装之美，谓之华。哦，所以在华夏这个称谓里，是说咱们是一个服饰很美的礼仪大邦。是的，咱们开始吧。好，预备开始。衣冠上国，当展服装之美。Yeah!